们现在要去广东的一个废弃医院，然后这里边有一个精神病院啊。你看这路，颇有一种曲径通幽处的感觉呀。哦，应该就是这儿了啊。有人没得？好家伙，开着草，这么能吗？这地上好多滴水观音呀，来接过。一个铁棍儿，这是那个病床前立的那个灯吧？灯罩子。有人没得？这个楼是精神科，精神大楼。哇、哦，桌子，怎么吹过来一股风呀？吹得我脖子后边凉飕飕的。呀，靓仔，墙上还有一个帽子，草帽。看这里挺破呀，搬走的年代挡不了了。这边有个凳子啊、哦。喂，有人没得？靓仔，这边是个床。靓仔，哎呀妈呀，这怎么有一个小娃娃的鞋呀？你看这鞋这么小，哎呀妈呀，特别小哦，小这么点，这么那个吗？那边还有一个呢。好嘛，什么门诊病源登记本，1919什么呀，空的。这里边的药不知道有没有那个布洛芬呀。2007年，这药07年就过期了，这么多吗？这里边是啥呀，这么大的一个箱子。哎，好像是空的哦，空的。这边好像着过火，应该是那个流浪汉呀什么的，在这边生过火。但是咋没人住了呢？这有一个奖状，2003年的一个奖状。哇，这毛巾这么干净，好嘛！我这毛巾都能立起来，立个棍了，看到没有？干巴巴，这里才是大门哦，咱们不是从大门出进来的。这墙上，精神病主问答，什么是精神病？如何治疗精神病？哇，不看这个东西还真不知道，精神病有这么多的说道。一般骂人不就是说你神经病吗？这有个牌子，写着什么精神病专科医院吗？这么那个吗？这里是护士台，没灯儿。啊，哪这么多灰呀、啊？这里边挺破呀。健康才是硬道理。哎呀妈呀，看这灰！哎呦，桌子都倒了。哇，你看这挂着一个医生的衣服，这么那个吗？有人没得？这地上还有一个球子，揍你！有人没得？这是个床吗？这边的病房还带一个小厕所、小马桶，挺饿呀。这是楼上啊！哎妈，这小凳子！哎呦我去！哎，什么玩意儿？里边怎么有个衣服呢？我去啊！好嘛，有人吗？哎呦妈呀，这里边怎么还有个？哦，这是夏天的衣服，白红白相间的一个短袖啊，这么那个吗？这边还有床呢，被子都是老掉牙的东西了。好家伙，这个衣服倒是挺得的啊。地上不知道为什么烧了这么多的东西，这还有天堂银行的票子呢。哇，哎呦我去！蜡烛，两个红的，一个黄的，上面插着几根香。脑部现在是什么情况呀？废弃的精神病院里边发现大量遗留物啊，铁子们，全是衣服，各种棉被，各种衣服，各种被套。
这里边搞不好有老鼠，冬天老鼠在这里边。红色的衣服，这门上写的什么？衣服、衣被、仓库、马蒂的这种票纸，有人没有？哦，灯打过去之后这么黑，我发现这种地方怎么到处都有蜡烛啊？刚才后边那里，刚才那边有三个蜡烛，然后这边也有两个，而且这蜡烛都看样子都已经着完了，看一点都没剩下。那我不信发生过啥，挺那个呀，感觉。大家看这边的这个楼，怎么淹没在草丛里边了？哎呀，喂，有人没得？这么那个吗？哎呀妈，看这么多草啊，感觉这广东大过年的，这都元旦都过了。你看这草还是绿的呀，绿油油的草。但是这个房间一个小平房，淹没在草丛里边了。那我不寻思是干嘛的呀？这个里边，看样子很久没人来了吧？你看这草。哎呀妈呀！你好，雷猴啊。哇，有黑板。哦，哎呀妈呀，这是干嘛的呀？这里不会是培训课程的吧？在黑板上写了“吃”，但是这个字儿写的不错呀。这个地方看着怎么这么奇怪呀？在精神病院的那个后边，除了破就是破，这边把那边的路都挡住了。哇，这边一个大台子，这里不会是解剖的吧？你看这一个大台子，房顶已经塌了，房顶啥都没有了。这外边的窗户全被这个砖头子给堵死了，这是不让人进呀。这边是大池子，哇、哦，这池子里边是没有味儿啊。这要是有味儿的话，我都严重怀疑是那个医学院里边的那个泡大体老师的那个大池子了。干嘛的呀？这是？这里边也是大池子，这你要说是泡澡的吧？泡澡的不可能有这个东西，这做啥的呀？这明显应该是浸泡什么东西的吧，是不是？这个那个嘛，就是没有味道，窗户也被堵上了。不过别说哦，这个废弃的精神病院，你们看，从外边看，红黄相间的一个楼，大老远的看的话，阴阴森森，是不是啊？挺那个呀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就先到这儿了啊。这个精神病院给大家搞完了，下期见啊，拜拜。